卓别林和甘地1978年微软最早的员工，由左至右亨利福特福特公司老大爱迪生亨丁29任美国总统 Firestone 凡士通轮胎老大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1945年波茨坦会议上的斯大林布鲁门和丘吉尔1968年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里根总统和孟露在1951年参加苏联红场阅兵的中共将帅蒋介石与毛泽东